哥，我回来了。赛罗哥哥，你怎么了？怎么变成石像了？师娘，发生什么事了？你怎么哭得这么伤心？泽塔，赛罗哥哥变成了石像，我好害怕，他一直就这样了。哦，师娘别哭了，我有办法让师父醒过来。一个赛罗奥特曼勋章就可以换取一束光，只要能集齐100个赛罗奥特曼勋章，有100束光，师父就可以重新变成人间形态。我有赛罗哥哥的勋章，我这就传给他。我也有，我的也传给师父。还不够啊，师娘，我们来唱一首奥特之歌吧，这样相信光的小伙伴们就会给奥特曼勋章，帮助师父恢复人间形态的。